怎么没有认真上课？这样不行哦。我跟朋友聊天，然后喝饮料，好肥哦。就是太久没见面，就是要聊一下。放个歌，等我一下。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这里。Hello， 贾鲁特 ，Hello， 思源 ，Hello， 小白兔 ，Hello， 走到飞 ，Hello， 杜吴 ，Hello， 浩毅 ，Hello， 冰吻情 ，Hello， 泡芙大叔 ，Hello， 杨兄 ，Hello， 屏东 ，Hello， 亚妈录不闲分享直播间 ，Hello， 零零零零 ，Hello， 紫霞 ，Hello， 齐俊 ，Hello， 泡芙大叔 ，Hello， 花生小魔术，还有小猪耳朵，抱歉有些人可能没有被念到。我今天只擦了那个，太晚起床了。我今天只擦了那个素颜霜跟口红。虾肉肉 ，Hello AKB48，Hello 切东 ，Hello， 呀， yep， 好期待哦！这个是这个礼拜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礼拜，大家有没有就是整理好心情呢？大家懂我期待受伤害的那个重点是什么吗？Hello， 嗯 ，Good morning， 勇哥。谢谢灵儿分享直播间 ，Hello Kissy。对，猜拳的话有直播，会在9月20号这礼拜日的晚，下午五点，对，下午5:50，差不多6点的时候，会在浪 life 的官方，我们的官方频道 AKB48TV 所线上的播出。谢谢勇哥送的 kiss 啾啾，还有桃花哥 ，Hello Jeff， 谢谢水蜜卷送的柳枝，大家记得看哦，记得看，记得看。呜好呜好好，呜好呜好好，害怕伤害，把防御力点满，对，没有问题。那我最近只好把自己吃胖了，防御力就会很满的。开玩笑啦，昨天喝太多饮料了，我很久没喝那么多甜的，所以我现在喉咙很卡，不太习惯。嗯，不舒服。课休息1小时。Hello， 妮妮，午安。你怎么在这啊？哦，中午，中午可以用手机。一点要上课，唱歌加油。12点啦，12点吃午餐了。谢谢小新送的全力应援 ，Hello Hello， 大家午安。But I'm frozen in motion and my head tells me to stop feeling things I feel about you. Try to fight it but it's never enough. My heart is
上班加油哟，上班加油。在空白落笔分享直播间，上次开学是几年前的事情了。你有应该有个二十年吧你。谢谢安送的玫瑰。Hello 阿如 ，Hello 奶冻姐，我大概也才六，如果算大四的话也才三年，好不好？你们两个吵一吵啊，每次都你们两个吵架，很闹。你也不会用的花枝精粹。哦，阿如送的指南针，谢谢针，谢谢他送的柳枝，谢谢博弈送的花枝精粹，谢谢启勋送的荧光棒，贺代代，中午好啊，李子 ，Hello 金姐大叔，上学就是想睡觉，我不知道哎，高中可能会，因为高中你就是被迫学一些你不想要学的东西，很多都是这样子，可是因为我一直读高职，然后又读就是。技职大学，大学在想，突然想不起来那个词是什么，所以我都会就是上了课，就是算我蛮有兴趣的，所以就不太会想睡觉。他的卡丘，他的雾一杰，那叫哥，明天中午买票，赞赞。怎么办？这礼拜要 reset， 我超紧张哎，我超紧张，那紧张的感觉又来了。虽然是现在是不会忘记的啦。就是不会呛掉然后忘记，但还是觉得心里就是紧张，跟第一次 mini concert 感觉一样，就是天啊，我有没有准备好？天哪，恐怖恐怖！地科啊，真假的感觉是超无聊的科，可是要认真上啦。Took a trip, now we on your block and it's like a ghost town. Baby, where did these niggas go? 没事。你们早该习惯了，对吧？你们应该抢票高手啦，应该要习惯了。现在不是打扫时间，你都没打扫。为什么中午在打扫？中午是吃饭时间，不是吗？还是你的学校跟我的学校不一样？不要在我的直播间造成纷争哦，杨雄！你不要预祝，听起来很可怕。极度担心。好，思涵上班加油。Hello， 游西西喽。也难也秀一上的指南针。中午有要打扫吗？为什么我都不太记得？可能就是没扫那个。高中打扫最讨厌是抽到拖地，别人可能觉得拖地很简单，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因为我放学要赶校车，那我校车属于是第二批，第一批就走的那种。所以如果前面那个人打扫很慢的话，我就有可能搭不上校车，超可怕。
这地板都乱拖呀，来不及乱拖，有湿湿的就好。开始一言不合就泼水。谢谢姚送的桃蜜饯，谢谢小新送的指南针。一天扫三次，现在人学校有洁癖吗？我记得早上跟晚上，早上跟下午而已，原来中午也要扫。写书法感觉有，大走廊就写书法。今天不是吃沙拉，我昨天已经吃过沙拉了，今天不太想吃。泼水啊，泼水！游戏室友送的指南针，学校都这样扫三次，可能是学校有洁癖啦。谢谢思源送的指南针，谢谢花生什么树分享直播间，看起来很累，因为我昨天有很晚蛮晚睡的，还是因为我今天化妆没有，就是没有化完。我现在只有素颜霜跟口红，我连今天连眉毛都还没画。午安啊！谢谢小新的台中。我昨天几点睡嘛？我昨天3点多，谢金苹果送的告白信呢，还有小油条。有眉毛，但型不好看也要画，因为没有什么眉尾。有空隙的地方也要。大家不要觉得哦，为什么你要化妆什么什么的？你还不是因为先喜欢了化妆的我，对不对？等哪一天你就说，为什么你都不化妆？不是那种大陆的那种片，不是说什么女生在一起之前就是很精致很精致，然后后面男生就说你可以不用化妆，在我面前就当最真实的你自己，然后之后就会连下一趴，就是那男生。怎么变有钱了？然后可是每天回到家看到那个他的女朋友，然后就或老婆，就是都不化妆不打扮，说你为什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是不是都这样演的？现在没有女生是素颜的，告诉你。没有。谢陈总的花枝清脆。什么哪儿一样美？没有。我觉得黄脸婆这个很歧视呢，为什么没有黄脸男或者是？很难哦，我不知道要什么吃。我今天吃鲔鱼硬米，喜欢。
谢谢玉安的指南针。糟老头，你们都是不好吃，我们不能这样形容别人。别人想吃主食，你就只能吃早餐店啊。然后就不想要，因为早餐店很容易就不小心点了鸡块，所以我就尽量不靠近早餐店。然后因为路易莎有就是咖啡，对，我很喜欢喝咖啡的。好，妮妮，拜拜。有些学校是可能需要化妆的，科系不同。谢谢柏林送的看好你哦，还有啾啾。我高中的时候是很严格，所以也没办法吃，也不是没办法吃，就是没办法化妆，然后也不能再放大片，对，然后袜子还不能穿不同颜色，然后鞋子已经皮鞋跟白布鞋，那种很严格的那种，那种高中。染发那也不行啊，都这样子怎么可能吧？而且我的，我们的女生头发不能超过肩胛以下，因为我是读比较严格的学校。它是不同颜色，我是说除了黑色跟白色之外哦，夏天真的不行哦。可以分冬天就是一定要穿黑色，夏天一定要穿白色。不是这样子吧，阿如？你们到底有没有听懂我的冬天跟夏天啊？你们在沉浸在自己的玩笑里面，好难沟通啊！我们是有换季的。他会有个换季的时间啊，不是那个不是我们说要换就换的。他们可能冬天很冷，然后可能还没换季，你就没办法穿冬季的制服，就是要穿那个裙子，然后可能加毛衣这样。什么叫可以穿黑色跟白色的丝袜？哪个学校穿丝袜的？学校不是啊，都穿那种学生袜，而且都要就是过脚，过脚踝。国中才有，刚刚自己混搭。我是国中很随便，是随便那种。初中没有那么严格，然后高中才严格。哪个学校这么性感穿丝袜？那你们
女生超麻烦，因为丝袜很容易勾破，超麻烦。还有 Jack， 还有麒麟。正气，但是因为我毕业之后的三年，就我回去找我老师，然后发现他们现在渐渐开放了，像运动型的可以穿不同颜色，就是除了全白之外，就是可以黑色或者是有些奇怪颜色都可以，然后发色好像也可以。不要太奇怪都 OK 那种发色，然后我就回学校看的时候觉得这家好乱啊，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之前一直看的是那种同样色系的东西，就是蛮习惯的，然后结果一看就觉得天哪，就是我觉得有规定其实还不错。就是穿制服然后鞋子什么的话都不太管，染发嘛，我忘记可能或许这个，可是我觉得还是要看科系耶。如果你是美发，因为我是读职校嘛，如果你是美发的话，我觉得染发我觉得 OK。但是我是幼保，所以他我觉得还是要有，这样会很古板，就是还是要有一点那个该有的样子。就是学生，然后又是这种科系的话，要有自己该有的样子。好，我要快去忙吧。学校废除法禁，我们学校很久都废除法禁了。我在我姐国中前，她前三年还是几年就废除，不用一定要再留下。染特殊发色超伤头皮跟头发，我是不太会去染的。我一直忘记改粉丝名。欢迎大家今天下播之后提醒我。可能是裤袜吧。法式，或者他想要成为一道彩虹，成为一道彩虹。有在看好不好？彩虹头发感觉很难染，可能要做一整个下午。Hello， 菜菜。你在吃早餐吗？妮妮还在啊。哎，你妆化完了没啊？不要化太浓啊。
know you need, I know you need the upper hand even when we aren't fighting. 检查什么海关吗？不是不化妆出名吗？为什么是不化妆出名 ？Hello， 品贤，下面上课偷看几分钟？嗯，中午要上课吗？现在不是午休或是午餐时间吗？要上经济课，还好了一点，有经济课听感觉会睡着，但没有逻辑课会想睡。不然素颜直播啦，还是要点形象形象。如果你素颜长得神好看，那就跟杨丞琳一样好看，那我就叫你素颜直播。我没有不爱吃啊，我只是习惯先把外面咬掉了，里面咬掉。杨琼一样这么闲，哈喽D，哈喽博弈，在地上的柳枝。披萨也是嘛，披萨不是先吃里面再吃外面吗？不都这样吗？还只有我这样。Hello 尼哥 ，Hello 新鲜柠檬，嗨嗨北极星 ，Hello 微卢。披萨就照那样吃吧，没有人会先吃披萨的边再吃里面吧，因为这样很难拿、欸。这样不会难拿吗？就是不好拿。说就是比较会吃，就是吃披萨的老手是把它对着，把披萨对着这样吃，是吗？是吗？谢谢柠檬送的指南针。哎呦，突然打喷嚏了，我暂时打喷嚏，都不吃，不吃边没这问题，可是芝心的边很好吃哎、欸，对吧？很喜欢芝心的边，而且芝心的边我会先把外面那圈面包吃掉，然后就剩比较多起司再一起吃。对折感觉为什么对折量会掉满？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子，然后这样对折，这样子然后对折，掉在里面啊，不会掉啊。你们根本这样想，这样子，这样子吧，这样子太辛苦。甜中豆粒王会卷起来吃，对啊，就是对折。因为我有一次好像是因为那片披萨就是比较大块，然后我就这样抓来吃，因为就不好这样，然后就这样抓。我姐说：“哇，你是很常吃披萨吗？看起来怎么那么抓眼？”我说：“哈，什么意思？”他说：“美国人都这样吃披萨。”我就哈，真的假的？误被就是被误会，觉得好像很会吃披萨。
夹披萨也很麻烦吧？这很大便。可是我会用洋芋片，就是吃洋芋片的时候用筷子，因为手就不会脏脏的。Hello， 豪哥。Hello， 小弟。Hello， 朱莉恩。原来只剩二。Hello， JK。因为用筷子吃的话，手不就不会有那种粉啊什么之类的，很麻烦。谢谢朱莉恩送的指南针。我不用上课，我早就毕业了。说我又说谎，听起来真是有点令人不悦，令人不悦。还好啦，我就长得像。大神的马可波罗，那个波罗超可爱的。马可波罗的那个舞蹈版出来，玉女的发色超好看，暗紫色，很想染这种颜色，但是。我头发不太能染红色系的，因为很容易吃色，就一再染不回来。听到相遇的心动 ，Hello Kevin， 嗨嗨阿华，开玩笑知道啊，还有小布丁。浅白的颜色真的很浅白，因为我其实也蛮喜欢紫色的颜色，一红就回不来了，真的是红了就回不来了，可能头会跟着变大这样。发色掉很快，对，掉超快的。可是那时候我就是最近我在滑就是照片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因为四单的时候我的头发是就是刚染，所以颜色也蛮深的。我想说，哦，好好看哦，好想要，突然很想要再染。可是我怕就是染了，又是一个月之后又掉了，就染它干嘛呢？浪费钱。可能就是自己用泡泡染，可是泡泡染它其实还蛮伤发质。我头发已经够糟糕，我好像不太能这样继续折磨它。有啊，你们看到这个吗？是公式照，是公式照。怎么讲？四单公布的那个照片，这是深色头发，很深吧？那个颜色，但是有点蓝绿色，对，就是它蓝色比较多。这颜色蛮好看的。发色还蛮明显的吧，是深色的。什么时候可以换这个公司照啊？好看多了。微妙气质，什么叫微妙气质？微妙。那发色就是维持不久，而且我的发色是因为在太阳底下，就是一下看起来是蓝的，一下看起来是绿的，然后那么那个剧组
还会就是讨论一下我的发色，它到底是蓝色还的。现在已经没有招生的感觉，现在就是个老人。在 TP 是个老人。越来越没有那个轻松活泼的感觉，真糟糕。还要稳重性感了吗？不行，平安真可爱。像高中生吗？在骗，在骗！你们比路上那个希望有人帮我们填问卷的人还骗。别人只会说我是大学二三年级这样，你们直接说我高中生。学校网络很差，嗯，还至少听得到吧。听到就没关系了。已经算老人，就是在这边这个行业很久了。他算就是怎么讲，算很老吧。他是那个耶，那个耶，台演耶，对不对？大前辈，你还依然可爱。对呀，没事没事，看了电信公司学校网络复活的感动，恭喜恭喜！还好他换了，像那个可能没有，就是宿舍网络不好的时候也会蛮崩溃的。现在人不能没有网络，真的不能没有。电话费一来就马上缴，你知道吗？很怕被停。业配，哦，业配的东西可多了呢。品贤不能翘课，之前这种送了再见啥哟，快来上课啦，不准翘课。你不要为了什么想被关注，然后就翘课来看我，你这样留言我都绝对不会回的。 TP 里面谁最好看？好看吗？嗯，我觉得应该是，我说论可爱的话，我觉得小迪真的很可爱。对，漂亮的话我觉得是林杰。然后婷丽其实长得很好看，林杰跟婷丽。翘课很平常吗？不行，这样谢谢婷丽送的再见加油，去上课呗。拿手机找讯号，就跟我之前开直播一样概念，不是吗？称赞亲戚吗？没有吧。我们不走称赞。谢谢现在送的玫瑰玫瑰。可是婷丽她的气质
更就是它是属于那种乖乖女的那种感觉，然后讲话轻声细语，然后林杰是网络呢，刚网络卡，我在夸奖林杰的时候网络卡了，我傻眼。是在 Hello， 是在 Hello。回来了吗？在我夸奖林杰的时候网络卡，这样别人就会说我只夸奖婷丽耶。哇，这操作实在是不行。林杰是属于大小姐气质，然后婷丽是乖乖的那种小女生。有到大小姐的部分才卡，想要盘腿坐，挑拨离间抓到，太坏太坏。婷丽没有到很公主，她就是对我来说是乖乖女，紫萱是公主气质。有紫萱一直都是公主气质。那你们觉得我是什么气质？怎么办？我怕听到一些难听的话，感觉你们就是给一些 很奇怪的东西。这是阿凯送的 Love。仙吗？我哪有仙女？你看，就是古早会这种不会说话的男生，呛爆你！御姐气质，御姐。我觉得我就是每次回去看我年初或者是前一年的照片，就觉得天哪，我前年好年轻哦。你们会有这种感觉？明明其实也没有到时隔很久之类的，但就觉得哎，为什么会变这样？大姐姐气质，有人就叫我大姐姐，那我是不是要叫你老哥哥？开玩笑啦，没有啦，没有，我懂你在说什么。霸气御姐，霸气御姐。Hello， 人好。仙女吗？仙女的感觉。而且我最近就是我之前看之前的照片啊，因为我之前穿着都比较日系一点，现在就是穿的比较随性，也不会到完全日系，就是之前就是一直格子格子格子碎花格子碎花，现在就是比较会穿一些比较没有什么太多装饰的衣服。看起来没有那么浮夸吧。一年比一年年轻，真假的？还是我之前怎么了？看起来很老吗？我之前看我自己觉得没有很老啊，真的是什么误会了吗？唱歌加油，老哥哥不错，人家都叫小哥哥，然后就变老哥哥。
好优子轩上课加油，认真认真。Hello 龙龙，谢谢夜兔送的柳枝。后续去处理掉，我直接跟工作人员说，不好意思，把他带走了。他卷都浪费，浪费没关系，他浪费。不知道，也蛮喜欢素一点的，对。因为你有时候如果要穿的真的是很日系的话，你的妆就是感觉就不能太不精致，对。然后你就要化很久，不想化太久。虽然我化妆的时间也算是快的。老哥可因为你的身体会觉得有点刺，就是太凉了这样。所以取名有水字旁的容易流汗吗？可能哦。湿度关系的什么汗吗？还是什么？喝完咖啡去运动会爆更多汗，真假的？感觉剑痕长这种话会被拖出去，好瘦哦！
每次都在看日本前辈跳舞，我就觉得好瘦。没有吃饭。太凉感了，很棒啊！好几天没有看了吗？我每天都有 po 文呢、欸，对不对？很有诚意，每天都有 po 文。我快没有照片可以发了。po 文也算每天见到我。你没有记得牌子吗？可能代购有啊。对我觉得就是这种，你说的那种天气，我觉得最害怕的就是头发很容易毛。对，有猜拳有直播，在5:50的时候，9月20号的下午5:50会在浪 life 的官方频道。对，日本人的骨架真的是很小哎、欸，就是。细细的，然后我的骨架就超宽的，我觉得我到底在干嘛？我也很瘦吗？没有没有，我其实没有很瘦，我有点壮，有点壮。对不对？我真的是很认真在。po 文，每天都在想说，我今天要修照片，我今天要看一下排版，我今天要看一下色调，不错吧，不错吧。然后那个什么画画的照片，想说等下次排版再用。对，那个成品照。什么 IG 反观什么东西？那蓝天真的很棒，蓝天其实没有什么修，只把亮度跟对比调高而已。因为有时候太阳太大，拍的东西反而会雾雾的。然后把镜头擦一擦，大家拍照的时候要把镜头擦一擦，会更清楚。因为你可能手脏脏的摸那个镜头的话，它就会雾雾的，直接达到柔肤的效果，太柔肤。成员多拍一点，你跟大家讲咯。看一下肌肉吗？不行，这东西不能说露就露的，好不好？是有点就是惊喜，而不是惊喜，就是不同的感觉。那你跟他说要更新啊。你到底在讲谁？什么？怎么觉得你在一直暗指什么？是说云爵吗？好坏？我跟他讲，那我跟他讲，记得要po文。他说：“哎，为什么管自己的 IG 之后还要管到别人呢？哪天我是不是还要管他们功课啊？不是没拿比较多钱，对不对？看你给我加那个补习班的费用啊，我就做这件事情。”你要我加班，你至少给我费用。Hello， 陈安。
不是生活好伙伴。对呀，我已经做白工这么久了，没有人可以逼我加班，还要增加工作量吗？走开。Hello 明总，那我这是巨蟹的命，巨蟹到底怎么了？一直无偿工作。对，拒绝加班。我上班的工那个时长已经很不固定了。好哦，快去睡觉。他睡觉了，我要放一点嗨一点的歌。超过分。我也只是 KKBOX 随便播放而已，对，没有在选的。Deeper than love with my friends. People come and some people go and some people ride to the end. When I am not, I don't know. 被发现了，差点影响到我看公演了。换个角度看看会不会比较好一点，可这样就会有阴影，有阴影。网络被美到，那我今天长那么随便，哪里美？静音好看吗？还不错啦，我脑海里有一些就是歌词跟画面的。我就开始用 5G， 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还没有那么普及的话，它的流量可能没有那么多。我觉得应该还是没有好用。打光神器，我没这东西，我都只有台灯。我这台灯，德国树。我是台灯派的。我有之前那个，我有吗？我是不是给法法还给谁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就是之前就是开直播，让 Life 有给他们的脚架跟灯，然后一直都没有用，因为我有自己的脚架，然后灯我一直都觉得台灯就够了，觉得是不用用到那个，太麻烦了。没有人要办5G吧？这么太早了。Hello， 刚刚。你有台灯吗？还是什么？这样子好了，才不会影响到我看公演。我一直认真看 reset 公演，就希望还能把能学的都学走。其实你要让灯比较没有这么亮，或者是柔光一点的话，其实你只要在你的灯外面再贴一个白纸或者是卫生纸垫着，那个灯光就会比较柔一点。
不会那么硬。喜欢你带着什么雷茶？长得真的好像诗雨哦，太像诗雨了。多记几个扣，可以的啦。我觉得扣这东西就是慢慢记，还旁边的人也会带你啊，对不对？他们浪迹面条曝光不好看。它的曝光是整体曝光，整体曝光的话，它就是整个人会雾掉。你可以自己看，而且它没有曝光，它只有美白。可是你们喜欢这种全曝的，就是搞得好像我已经升天了一样的感觉。为什么要就是开私人，就是调光的那种感觉，就是这样。手动曝光也没有比较好啊。好痒。而且其实房间灯光本来就不会这么好。家才会怎样啦？我觉得还是要打灯比较好。就是你不管怎样出去拍摄什么的，剧组一定会有灯光师。为什么灯光很重要？因为有时候用打的灯光一定比你后之后用电脑或用什么调的还要好。你不能完全依靠软体啊！你们看，你们直播就叫我们依靠软体，你们修图可是又不靠软体，真是我开什么玩笑？你们怎么那么双标？讨厌，双标的人，一个双标的人。说你们双标，你们自己一定也觉得你们双标对吧？要修图一定要修图，修图是为了更美，对不对？修图很重要。外翘好烦哦，他已经吹不回来。对，因为现在其实很多相机它其实就有基本的修图的那种东西，对，不知道怎么讲。但真的太丑就算了，大家就不要放，因为他不会圈村外的粉丝，就不用 PO 了，好吗？
一定要逼他修图，我见他一次讲一次。每次活动一定要跟他说记得要修图，真辛苦。那我这样，我现在只要提醒粉丝的，不可以这样。你们真的是一直在做反思。相机的那个不调好一下的意思是它不会调吗？还是应该不是不会啦？越坐越后面，往前往前。Hello, Jerry。抖 M， 你们好奇怪，好奇怪。我发现一个东西很好用，就是共享，你叫什么？共享行动电源吗？好像是这样念。好好用哦，因为我是个不会带行动电源出门的人，我一直到处跟人家借，然后就发现有共享行动电源，好棒，而且好多地方都有，我就不用这么麻烦了。飞宝，你在打什么？行动电源是怎样？不要乱讲哈！但是我行动电源也蛮麻烦，不会啊，因为很多啊，不用站在那里充电啊，你就把它带走，你可以就跟租车一样，你假地借以地还这样。拜拜，犬只乖乖的 QQ， 那是你的本意吧？它可以带着走，很方便，特别棒。因为我很常手机没电，超常手机没电。不会还他，一天就扣你三十几块，租借一天好像三十几块，然后。是130几块还是30几块忘记了，反正其实我觉得没有到很贵，就是在你需要的时候它是一个方便的东西，因为它一个小时才12块钱，对，自备比较实在，很麻烦，因为包包就很小，你还要带行动电源，太麻烦。三个也太辛苦，真的没办法哎，带一堆东西出门，这件很不方便的事。因为我包包很小，最近有练习带比较大的包包，但是就它其实也没有那么能装。对，
都会有大包包，没有吧？你口袋塞得鼓鼓的，很丑哎。手机套是什么？都用朋友的，对，我之前也是用都用朋友的，觉得还是要借一下比较好，就是对，就是自己去借，这样就不会麻烦，而且你就是他，我真的觉得据点很多。我没有工程师大包包，也没办法带大包包出门，是件很麻烦的事情。也不喜欢麻烦的事情。假装有钱是这样子吗？听起来有点难过哎。没人注意你的口袋，你可能就是下次要你穿想穿短版的衣服，大家就会注意你口袋的，不错吧 ？Hello， 小亮。我发现现在很多裤子好像也没有什么口袋，女生啦，女生的那种除了牛仔裤之外的裤子就没有口袋可以装东西。因为像会穿什么运动裤什么的，就是比较紧身一点的运动裤，它就不会有所谓的口袋让你放。然后或者是你穿长裙什么，长裙也不会有口袋，你知道吗？而且长裙放东西感觉很怪，在偷打游戏。想到就不舒服，为什么女生都可以穿，男生为什么不能穿？我这个人很开放的。试单过后，人家想装很久都不行，什么啦？因为我钱包里面没钱，嗯嗯嗯。穿错会有口袋吗？我觉得要看欸，你要看你的款式是什么，有的就会有，有的就是没有。对，如果是比较软一点的材质的话，它其实不太会有口袋，就算有口袋，你装东西也不好看，它就会垂垂的啊。小白兔，你的手机套到底多大？手机套可以放很多东西，那是已经是小包包了吧？那应该不是手机套了。看有没有肚子？要运动啊，对不对？买包包又不是买他们家的，对吧？那就是手机包，那就是包包啦，那就不是手机套了，那不太一样。想说，那你手机套为什么可以装这么多东西？太夸张，真好用。
told you there's so my own. We knew it all, then now this is all I know. Guess I'm heading home now. 前夜兔送的大佬喝茶 ，Hello 夜兔。剪头发为什么要祈祷有没有开？今天礼拜一会没开吗？还是你的理发师比较怪？你有挂仪师吗？是去问问看，都找不到吗？警察局呢？我有两个钱包，一个是比较薄的，一个比较厚的。大家钱包喜欢用短夹还是长夹？我还是比较喜欢用短夹，是习惯问题。我觉得长夹可能也是因为我包包很小，它放不下长夹。居然是要理胡子啊！误会了，我以为是要剪头发。家理发店老板来，打电话过去问他：“哎，你今天有上班吗？”这样。男生好像都是短夹比较多。像我妈跟我姐都是长夹，然后我也是走短夹派的。长夹比较有钱吗？真的假的？那我去换长夹，只是为了看起来比较有钱，是不是？殊不知里面其实都是发票，这样好难过哟，好哀伤的故事。有一种悲伤，会哭这样。真是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哦，短夹才能塞口袋，长夹也行啊，你就直接塞进去，看起来超有钱，好不好？钱包敢这样塞的人，我告诉你，一定都是有一定的基础的。为什么想到抢票就会胃痛？我们太夸张了。要请公去跟公司请假看耶、yeah, 公演，公演很棒，好期待，我真的超期待的，因为我本身其实还蛮喜欢这场公演的，对，因为他就是很帅，然后也可爱，然后也有性感，就是很多面向，对，因为平常就是没有到完全有这么多机会，就是可以跳不这么在一天之内跳这么多类型的歌，因为就是可爱到底啊，对不对？ mini concert 是可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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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加一个 composition， 然后就哎好像比较帅一点，然后再可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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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对，我经常在那几首可爱的歌里面找寻自己的风格。绝望给你看。赞赞的，我觉得开心。
穿上去很开心的那一种。Maybe you should leave this girl alone, but you are alone, but you are alone. Now delete my number from your phone, but you are. 抢不到票，真的体验一次以后都会怕了。天使尾巴不要，我永远都记得那时候天使尾巴出来，大家是不是 有些人是呜，另外一个人另外一半的人是呼呼呼呼这种在笑，你知道吗？觉得天啊，我真的是好想跳进洞里面哦，比跳啾啾啾还难过，你知道吗？啾啾啾代表还有五个人可以陪你，那个天使尾巴我是十一就算了，还是只有三个人啊。然后那个尾巴一直戳到我的背，我觉得一直有人在点我的背，超惊悚的。很可怕，很可怕，很可怕，很重要，所以强调，很可怕。不是什么美好的经验，你知道吗？可怕死了。Hello， 卡梅哦，但是你们很开心，你们就是要我们娱乐你们吧。昨天才跟亮亮聊 SK 一天是尾巴，阿亮还是亮亮，是我小的亮亮吗？会排斥跳逆转王子吗？你说什么？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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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哒哒，不会跳，哒哒哒哒哒的吗？对不对？是这样跳吧。我蛮喜欢这首歌的，我觉得这首歌很可爱。是它，我觉得它不是单纯的就是超可爱，它是有个故事情节的。你有感受它的故事吗？我觉得 Reset 特别的地方，它是一出戏，它是戏，它不是就是只有公，就是演出这样。搬家有野兔，对啊，是我喜欢的，我每一首其实都很喜欢。那既然提到那首歌，我们就来听一下吧，因为我刚刚也在看。不会跳，每个都好像都会跳一样。快睡着了。可爱的很哑巴。我觉得他真的写词好厉害，好厉害。哎，他问题是，因为像我不是完全这么 AKB 粉，但是可能别人跟我说，这首歌是为了谁谁谁写的，然后因为他当时发生了这件事情，然后所以把它写成这首歌。我就觉得为什么这么可以信手拈来的一首歌，难道他都是用卫生纸？就你做这件事情哦，我现在帮你写歌哦，卫生纸就把它记下来这样。可能上厕所上到一半，我想到什么东西，然后又把它写下来，然后吃个饭直接餐巾纸拿起来写字这样。我还记得，就是我之前看一个韩国的节目，他说 JYP 就是那个TWICE 的公司的那个老板 ，JYP 他是帮哪一个艺人写歌，是他在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有那个旋律，然后就把那首歌写下来了。我觉得这才是真正就是很有才华的人，就是会做的事情，很厉害，就像编舞一样，蛮有突然就是
曼玉就突然就是会跳了某一段，就天哪，你也太强了吧！你这是什么？你刚想到的吗？然后可能就像是我可能这个方面比较多是在讲话的部分，然后马友都会说，哎、欸，你刚这么讲那个很好笑哎、欸，你什么时候你是怎样知道这个东西？我说没有，我什么乱讲的。他说啊，你很厉害、欸，这样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让别人羡慕或者是崇拜的地方，就是这样。小红豆是什么？真假的小红豆是好厉害。我觉得公演的衣服每首都好可爱哦，受不了。最近很喜欢听动漫的歌，我觉得很好听。好强哦，果然很强的人中就是很强的人。少女心的歌都不意外，就是我觉得很会写歌或写书的人，然后他们的，我好好奇他们的世界到底是有充满着多少的剧情，还是什么什么的？因为像我，其实已经算是小剧场很多的人了，所以，可是他们那样子，我就好奇是，我这样小剧场这么多，我都已经帮自己演完个偶像剧，我还写不出个什么东西，他们就是很简单弄出一堆，我就觉得很厉害。一直想恋爱的小孩很可爱啊，就是跟就是那种小学生的那种恋爱吧，就哦我好喜欢他，但是我不敢跟他说，那但是我还是喜欢跟他每天一起放学回家这样。对，大家都有这种小时候的情节吧，可能觉得那个隔壁班女生很漂亮，然后就跟他当了朋友，然后明明自己家不是走这条路，还硬要跟人家走同一条路，那你绕一圈再回家，不是这样吗？我觉得前辈们好厉害，都可以记这么多首歌，都顺路，都顺路，都顺路，只要跟你走，每一条都是顺路的，真的，真的，真的。故事就是要这样啊，被打到了。哇哦耶！粗线条一点，真的假的？好好奇，好好奇大家的爱情故事哦。我也很喜欢看那种，动漫，然后是那种小情小爱类型，我就觉得好可爱，是可爱吧？啊！打赢了。正在期待我们清单，值得期待。希望有一天你可以来看我们的公演，会吗？
肥宅没有故事，哎，心里就是那个都是有故事的好不好，不要把自己讲得那么无聊。哦，真的小心那时候对大家彩排的速度真的是直接被吓死，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工作态度，就是真正的真正前辈的感觉，很强哎、欸，是要学习一下。我觉得那还是真正偶像该要有的样子，因为对我来说，对我们来说，跳舞什么的应该算是很基本的事情。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好的话，我觉得好像有点太对不起这个职业了，跟也在这条路努力的人，我是这样想啦。就像我的最低原则是，你要把基本的事情做好，你再跟我谈其他的东西。我好像妈妈，就是你先把书读好，再跟我谈其他的东西。有没有有点像？有点像，有点像。故事差悲歌，单恋对啦，单恋也是个故事啊，也是个美好的故事。我觉得爱情就是酸甜苦辣嘛，对不对？故事都这样演，有一种悲伤，从前面甜甜的爱情，就是那个电影又好嘛，对不对？然后前面甜甜的爱情，到最后，然后的那种难过，然后一起离开。喜欢到爆，小组人数不够，跳好跳完听的应该比较多。我觉得粉粉很可爱，他认识了很多朋友，然后他常常讲电话什么的，我就旁边偷听这样。偷听，哎呦，这妹妹的故事蛮好听的。那种八卦大神，那种如果在漫画的话，我的耳朵应该超大一个这样。家长，跳起来很吃力吧？感觉会有人要跳两首歌，不知道哎、欸。对我来说，就是每一个表演都是一个帮助自己的机会。我说不是说就是它是就是一个你可以展现自己的机会。因为有时候我们在练 reset 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说，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对我说，我觉得 Unique 比任何团体跳的歌曲还要重要。他们肯定不懂说为什么比较重要。然后我就会说，因为这就是舞台上就可能五个人、三个人，没有几个人，他们只能看着你们。你这时候不圈粉，你什么时候圈粉？对不对？这视线都在你们身上了，所以你要好好把握，这个一定要练好。我要跟你们说，然后有时候我们，因为我们现在阿瑞莎其实已经跳了蛮多次的，然后我就会说，哎，舞蹈方面我觉得我们是属于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一个东西是我们很缺乏的，就是我们的表演力。表演力是非常非常非常需要练习的，虽然表演力一半，我觉得60%还是要经验，40%是天生，啊不对，没在讲，40%是天生，20%是经验，然后40%要练习，我觉得应该这样分比较好，对，这样分比较好。然后我就说，那你们有哪一首歌不知道怎么诠释，我们可以一起看歌词，然后讨论彼此对这首歌的感觉是什么。那小庄现在这首歌是沙发好了，沙发它的歌词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朋友的歌，所以你想你身旁都是你的朋友，然后你要很开心，然后我就会
自己带入脑补，说我这首歌是要唱给谁听的。然后是我的话，我就会希望是唱给我高中的那个朋友，虽然我们已经没有联络了，但就是他，就是我跟他的回忆跟我们吵架什么的话，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比较可以帮助你进入那个表演的状态的东西。对对对，对我来说是这样子，没错，是这样。我们听听看别的公演，我们看看 Team B 的。练到脑中都是 reset， 真的真的会。而且我很喜欢看前面的人公演，是因为怎么讲，是我喜欢看他们的表情吧，表情真的很厉害，因为我们太多人的表情太呆板，或者是始终如一，就是这样一直这样。对，我觉得这样很不行，可能你在表演这首歌，它是属于比较可爱的，你这样笑 OK 啊。但是如果你在一首很帅很帅的歌，然后你还是这样子这样的话，我觉得 OK， 这是你的个人特色，但是可能就没有把观众带入你的故事情境里面。就像我 confession 的时候，我笑也不可能是那种哈哈哈那种甜笑，那种傻傻那种傻白甜笑，这样讲吗？我觉得这是不对的，所以我的眼神会变这样。那种感觉，知道？你要一个情境进去，就是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故事情节。我想说，这首歌是要怎么诠释？一个，可能这个人被抛弃了，然后很生气，然后就看了很多漫画。对，就像一个演员要把一出戏演好，他要先了解这个主角的故事，你才能完整带入，就是这样。所以我每次跟他们分享这些东西，对。像我觉得阿潘的表情很棒，很棒，是真的很棒，对，很棒。可是我觉得，因为我可能还是属于比较内敛的人，我就没办法像他一样这么夸张。但是他的表情是真的是会哇、wow、那种哇、wow ，就是鄙视的眼神，对。就像你，可能你之后工作去试镜什么的。对，去试镜你还是得要，因为那个角色，然后去改变一下你，就是你的个人特色。你要把你变得不是你，你要把你变成别人。对，很多时候为了把舞跳好，表情都不能管控了吧？我觉得不会耶，我觉得。表情不能管控的是唱歌，一边跳舞一边唱歌真的很喘，你没办法完完全全的把表情控制那么好，所以这是需要练习的部分。对，我这个千古罪人，放下我包，对， 我每次放下我包都很投入，好不好？我觉得放下我包是一件很有时候是蛮解压的事情。因为是你可以完全就是玩得很开心。反正我已经觉得大家已经可以就是渐渐的有在成长了，对，每一个人都是，每一个人，好像要化妆了，有点懒，哦，今天也有工作，哦，好想在家里躺一整天啊！我这个人就是会把自己虐死，就是在明明就是可以放假的日子，硬要出门运动或者是要干嘛这样。可以大声尖叫，也是不用到大声尖叫啊，那个是因为真的被吓，好不好？
还要再怎么讲，再磨练。嗯，因为毕竟放下我包是属于比较台湾综艺的部分，然后我刚好这一点呢是我比较缺乏的部分，台综的部分。对，是我还是需要学习。哎，化妆哎。不，我觉得你来参加 reset 不要reset， 猜拳放一放 reset 啦。你不能这样讲。考虑呢？安安，你好啊，小英。讨厌，就这样吧。好吧，第一排七号是吗？好像真的是蛮不错的位置，好难过哦。可是第一场没事，好啦，没关系的。所以能理解这样，不过大家今天放我了之后，开始觉得七号是个棒数字，然后原本之前对他完全毫无感情，现在小林真的 kiss 啾啾，会吗？会吗？因为我多人都只能去猜拳。七号一直都很喜欢是吗 ？VIP 第七应该算吧。Hello Lucky Boy， 0714月突然意识到，哎，法法的学生证好像就是什么71414吗？我说你的学生证的号码也太棒了吧！安排住在我的地板上的命运的安排。71414好像是这样，可能是右手，我只是大概瞄一下，我没有认真在看，反正就是有714就对了，它是一大串，它中间那一串是这样，很厉害。我也特异功能的，这是什么东西？这么酷！这么酷！还是这首歌的名字吗？不会吧？其实我。女神公也没有认真在看，
有干汗。哦，眉毛还没画，我忘记有眉毛。至少要画尾巴。找到眉笔了。我觉得剧场女神其实也蛮好听的，蛮多歌蛮好听的，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歌词的意思，所以就没有这么带入情境。你看，这样眉毛就好看多了吧，是比较长的。你知道眉毛画长一点，看起来脸比较小吗？好了，快速画完眉毛，我就是个不用画眉头的人。所以有时候在看，就是佳丽在画眉毛的时候，真的觉得很辛苦。化妆的魔力 ，magic， 太长太长。你不能像那种，就是那种阿嬷心态，就是哦，这个对身体好，你要吃很多很多这样。没有没有没有，它的效果就那样而已。他的那个怎么不见了？没眉毛的人吗？什么东西？就是眉毛的形要重新画就比较辛苦。对，软垫不见了，被发现了，找到了。我上次睫毛夹不见，超难过的，然后一直都没有夹睫毛，然后发现，啊，网络怎么突然不好了？刚网络不好了，好难过。我跟大家分享夹睫毛不见，然后那几天都没有夹睫毛，就是对化妆都没夹睫毛，发现卸妆超快的，我突然觉得很方便。我睫毛真的蛮长的，不用擦就很好。没有就爱上不夹，不行啊，夹了眼睛比较大了，是没办法的事情，一定还是得夹。没假睫毛没安全感，真假的？我是不太喜欢贴假睫毛的。我上次贴假睫毛应该是，啊，我知道了，拍摄 Vivi 杂志的那一次。对，因为我是不贴假睫毛的。因为很不舒服。
真的吗？现在很少人在贴假睫毛了，而且现在的妆还是以比较自然为主，嗯，所以现在人也不太会贴假睫毛，我是这样觉得嘛。3年前没有2年半吧，大概那时候是12月还是几月的时候拍，我忘记了，太久了，太久喽，还没有到3年吧，可能快到3年了。可能还是有人在贴假睫毛，只是因为现在的款式都是，走比较自然一点的，就像是放大片也是，就是他们渐渐不喜欢这么明显的框线，都走一些自然的风格，就是美妆的。的演变吧，就跟穿着很像啊。可是我现在因为也是蛮多人走古着什么的，很多衣服都越来越复古，宽裤也流行了。之前在大学的时候，我还是有点不太能接受宽裤，就现在渐渐能接受了。想说为什么要穿一个很显屁股大的裤子？发现显了屁股大，你腰就细啦，对不对？果然是古人的智慧，是这样讲的。睫毛，认真刷的睫毛，我分那种工作睫毛，工作睫毛要用这一支，跟你讲超级粗，那个睫毛超级浓密。然后就是没有工作的睫毛，大家看不出差别，对不对？一粗一细啊。这个刷的比较精致，这个就是表演型睫毛膏。夹克屁股也显大，那就是天生的肉，那是没办法。好了，我也属于屁股大的人，我没有什么可以跟人家就是对，没有资格说人家，没办法了。翘臀哪有？人家都丰唇，我丰臀，不是什么好事。
啊，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哦。看出来了吧？我有化眼妆了，有没有看起来更精神呢？更硬气？好吧，没事。哎，洛日，你笑。哎哎哎，这是 Candy， 而且这首歌哎很可爱。我不是完全排斥可爱的人啦，对，为了工作还是可以可爱一下。因为这件衣服真的是超级浮夸，好想穿穿看哦，但感觉刺刺的，感觉刺刺的。Hello 陈，我在想要不要拉眼尾，继续往下画，顺势往下画。对，为了工作可爱是可以的，就是为了工作。其他的时候就不必了。可惜我的工作不需要我可爱，我的工作需要我可爱。别加上玫瑰。完成，眼袋是就是垂到这边下来，这边叫眼袋，这才这次是卧蚕。哥哥，记一下呐，差很多呢。眼袋是黑眼圈的地方，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这差异可以写论文，可以，可以。有些人说：“天哪，你卧蚕，你眼袋好深哦。”你说你在讲什么？你再讲一次，直接爆气的。直男发言，你们不能直男发言，会被讨厌，被讨厌。这首歌好可爱哦。
总的是眼袋可爱的是我才变成什么菜。哎，你很傻眼呢，广大冷哦冷哦，好粉红，所以阿华喜欢粉红色，难怪你喜欢粉红色的品牌。那你对蓝色的品牌有什么感想？开始乱讲话。舞台欸，好了，我来讲一下今天的排名了。来来来，今天的排名，第十名是夜兔，谢谢。第九名是空白洛璃，谢谢。第八名是卡梅欧，谢谢。第七名是 Kusi， 谢谢。第六名是青苹果，谢谢。第五名是瑶，谢谢。第四名是菜菜，谢谢。第三名是公大，谢谢。第二名是小一，谢谢。第一名是小勋，谢谢。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的直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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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要工作了，认真工作，期待礼拜五直播见到大家，然后有公演，还有猜拳，天哪，好棒！这周真的是过得非常的精彩，精彩，精彩再精彩。因为最近天气好像有渐渐转凉了，所以我有点开心。我喜欢这种就是秋天的天气，所有天气最喜欢秋天。好了，今天直播就到这里结束啦。喜欢我的话，请搜寻 AKB48 订 TP， 可以找到官方网站、Facebook、IG 以及 YouTube 频道。YouTube 频道上面都有不定期更新一些，放下偶包、动漫迷雾迷、捷运直达之类等等的作品，还有我们的 MV， 还有我们的活动的花絮。如果喜欢的话，记得开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哦，可以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那我个人的 IG 是 yu7.714， 希望大家可以追踪哦，每天都会努力更新。大家有发现我的那个现实动态多了很多可爱的图片吗？今天会有台日我要讲什么？台日哈什么哈？对，我刚刚断档机。台日哈什么哈跟放下偶包的更新。那台日哈什么哈是电台，我是当一个客串主持的部分。然后在晚上7点会有播出。那这一集真的真的真的要看，你们不听就可惜，好不好？如果是没办法同步收听的话，手机下载 Hi Channel App 也是可以听得到，只要搜寻96.9轻松电台就可以听到了，晚上7点的时候。然后我的放下偶包也会更新。所以一定要，好不好？明天不听真的是有点可惜，我真的已经这样透露了，一定要听，好不好？一定要听。好，那今天直播就到这里结束啦。好啦，那个 IG 点阅率要就是帮我贡献一下啦，因为就是人家就特别帮我开一下荧幕了，对不对？就是他们说平常没有什么在录影的，是因为我来才录，所以就是帮忙一下，帮忙一下啊。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好，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拜拜，拜拜，再见。